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我来教大家一种怎么样告诉别人你多大的方法，年代加后。你可以说80后、90后、00后。它的第一种意思是表示这个年代出生的人。比如小李是86年出生的，所以他是80后。王老师是94年出生的，所以他是90后。第二种意思是代表这个年代的一种群体，比如80后现在上有老下有小，90后一边工作一边想着诗和远方，00后马上就要毕业了。好，视频的最后大家来猜一猜李老师是几零后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自己是几零后。再见。